是香港人的度假胜地。根据非正式统计，十个香港人有九个都去过澳门玩，而剩下那个就是我们这些在香港发展的澳门人咯。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咁我而家身处呢一区咧，就系咧，哇！我由细到大咧，都系经常留念叫三盏灯区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其实有四盏灯嘅。咁啊，其实咧呢度有好多嘅美食啦，尤其系缅甸嘅面食啦。咁经常细个成日同家人咧都会嚟呢度食嘢啊、买嘢啊咁样。所以话嚟到澳门玩啊，边个够我小肥熟啊？系咪啊？吹水靓靓。地马塘区住咗将近20年啦，呢度嘅游艇游艇城同埋澳门嘅大小事有咩风浪，我系未见过啊，所以跟住我嚟玩咧就一定冇错噶啦。我只怕你嗰啲唔好玩啫，流嘢。好，咁又睇你介绍嗰啲点。香港就有18區，我哋澳门就分咗7個堂区，每一个堂区都系以当地最具代表性嘅教堂去命名噶噃。而我哋第一站就嚟到大堂区，呢度以历史悠久嘅主教座堂，俗称大堂去命名嘅，系澳门半岛第二大嘅堂区嚟噶。全澳門是最高的地方了，是啊，身為澳門人怎都要在澳門最頂峰的地方留下我們的足跡，是吧？沒錯啦，今天這麼重要的任務就交給我們公司最有前途新人獎的陳慧敏去一力承擔了。好了，我明白了，再見了，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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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給我吧，拜拜。好了，我去了。阿肥哥哥都說你說的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的了。不过唔紧要，难得可以喺澳门最高嘅地方登台 ，The show must go on。得唔得？去到呢度嘅啫。Welcome to Macau， 啱啱欢迎你，有嚟都市，旅行最开心，我在意。冰冰的 Macau， 啱啱欢迎你，最开心，穿梭澳门都市，沉重你。嚟澳门玩，识得玩，一定跟住论区行上四条路线，玩尽澳门唔同景点。今集我哋介绍过嘅景点就系属于艺文探索之旅，大家只要跟住路线图，仲可以玩埋其他景点添。